妈吃东西，人家喝水了，喝水了。妈妈，妈妈没有吐牙齿啊！妈妈，我也当初，你会不会更大？还是品种？还是品种？那是河马，那是那个很少哎。那是品种，因为它超大只，是吧？日本的。坐到坐过，那就咱们三三幺零。好吧。坐咱们。爸爸。哎呦，你旅游。日本人啊。好，走了，下来。坐到慢一点。可以，那我脚伤口。